为您介绍的是由招商龙总教练所率领的不凡悍将。今天安排的第一棒游击手三号王胜伟，第二棒右外野手45号叶竹轩，第三棒中外野手29号申浩伟，第四棒是一垒手46号范国成，安排在第五棒三垒手67号西元旭，第六棒是捕手95号戴培峰，第七棒指定打击9号林义泉，安排在第八棒左外野手51号李真旭，第九棒是二垒手35号王正堂，副棒悍将先发投手71号江少庆。